受镖师欢迎的乌龙面。子弹。偶尔做一下倒立感觉还不错呢。很不错吧，而且这个动作不用花钱就有乐趣。好处是这个。没错。新兵卫团长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我去做公务委员会的工作。这样啊，那就先这样咯。啊，我不光是要问那个啦，还有什么事？上次休假我回加藤村的时候，想不到镖师之间冰伤是镖师师姐，镖师用马屁送货的货运业啦。团长，你也不要那么生气嘛，我只是跟你开个小玩笑而已。真是的。团长在说你们家的生意对不对？其实是有好吃的乌龙面在那些镖师之间获得好评哦。好吃的乌龙面？不是马啦，是镖师们。啊，不是马儿们吃乌龙面哦。马才不会吃热乎乎的乌龙面呢。那他们会吃冰冰凉凉的乌龙面吗？也不会吃冰冰凉凉的乌龙面啦。那不然他们吃什么？新兵卫，你真的很烦呢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告诉你那家好吃的乌龙面店而已。好吃的乌龙面，快点告诉我，快告诉我。乱太郎勿玩，乱太郎勿玩。好痛啊！新兵卫，什么事？团长他告诉我有一家好吃的乌龙面店，我想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吃。啊，真遗憾，我没办法去。为什么？我等一下有保健委员会的工作要做。我也有图书委员会的工作要做。真失望。乱太郎、乌丸、新兵卫，那我们走吧。团长，我们都有事，没办法一起去。你们两个去吃吧。这样啊，那就我们两个人去吃吧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来请老师发外出许可证给我们。发外出许可证给我们。在镖师之间很有名的乌龙面店哦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呢。离这里很近吧？是的。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吃吃看好了。哇，有必要惊吓成这副德行吗？这当然是很惊讶的事。这话怎么说？因为山田老师要跟我们一起去的话。叫我走路摇一身姿。你们两个干嘛跟我离那么远的距离呢？我们不想跟船子小姐，不想被人看成我们是母子三人出游了。还不是要怪沙田老师，都要变装成船子小姐才出门。我之所以会扮女装，是因为那样才不会让行人觉得可疑啊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觉得你扮女装才会让人怀疑呢。基于这个原因，请不要让我们跟山田老师走在一起。我们告辞了。喂，你们两个休战几天啦？你们两个要去吃乌龙面吗？是的。我也一起去好吗？刚刚好，我也还没有吃午餐呢。好，决定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现在去找山田老师发外出许可证给我。小松田，我看你也不愿意跟我走在一起，对吧？啊，给你。那就你们三个人去吃那个乌龙面吧。是。谢谢山田老师。山田老师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啊？这个吗？其中有很多原因。这个吗？其中有很多原因啦。是吗？那家店在哪？
应该再往前一点。哈，在那边。好吃的乌龙面店。奇怪，那不是立即大哥吗？你是说山田老师的儿子吗？真的是立即大哥。他为什么在窥视那家乌龙面店呢？为了工作吗？从以前我就一直在想。什么事？我想问一次立即先生，该怎么做才有办法做得到像他那么酷呢？我觉得你现在最好还是不要问。为什么？要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叫他。真是的，我现在正在工作，你们到那边去了。我就曾经被他骂过。哦，这样啊。因为立即大哥是很抢手的自由忍者啊。啊，被他瞪了。嗯，他往这边走过来了。会被骂惨的。小松田、团藏、新兵卫。你们该不会是来吃乌龙面的吧？是的。是吗？真是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好吃哦。立即大哥，你不是正在工作啊？因为我一向独来独往，所以就站在店门口，想要找个人可以跟我一起聊天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先不管那个了，我倒是有些话想请你们转告我父亲。转达给山田老师，没问题啊。乌龙面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超棒哦！明天我没有保健委员会的工作，我也没有图书委员会的工作，换我们两个去吃吃看吧。好啊。立即托你藏货。是的，他说接下来的日子你如果还是因为太忙而无法回家的话，至少也要写封信回去给您的夫人。立即那个家伙吼，这种事情大可以不用对小松田说的。哦，还有还有什么？不要累积脏衣物，该洗就拿出来。然后还有还有，请你尽可能不要在我的面前以女装现身，然后动不动就生气，这种个性对你的身体很不好，请你要改一改。然后今天我们想外出吃乌龙面，请老师发外出许可证给我们。最近这段日子我不会发外出许可证的。要是遇到立即，不晓得又要你们带什么话给我了。怎么这样？不要废话了。